Hello，台湾的朋友，午安。这个是我太太，她认识她之后就她喜欢打羽球，她小时候就开始打羽球，然后我就跟她开始打。一开始我不懂，然后越来越喜欢，后来大概打了10多年，现在就知道我喜欢羽球的原因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原来我是喜欢跳舞。然后打球的时候，感觉有一点跟跳舞有点感觉，所以就喜欢打球。现在就跳舞跟打球我都喜欢，就很开心。但是打球不可能每一天都打，要不然会很累。其实跳舞也一样啊，所以我就会选择，如果没有打球跟跳舞的时候，我就会唱歌。祝你们都轻松快乐。今天星期四人比较多，反而我留意到星期五反而没有人。后来我们猜应该是台湾人星期五会准备往外其他的去泡，比如说泡温泉啊，去玩。我太太打完了，拜拜喽。